大家好，这要 demo 一下那个宪法小布那个乌龙小布。那这个功能就是说，会原本是要做宪法一百问，那因为一百问有很多题目不确定，就是大家对这些题目觉得重要性与否，所以弄了一个简单的互动程式，让大家可以去做，就是问你说，这个问题它重不重要？可能有问题。好，反正那个一呀，一是不重要，这个东西是不重要，这个是还好，这个是。是你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，所以我这个问题叫做之前为什么要修宪这个问题，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，那我放这里。然后修宪就是台独，我也觉得很重要。那重要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希望就是想更多了解或三个事情的流程。那因为题目很多，反正快，那就是用三个 category 去分。那做完以后，他就会告诉你说，你觉得重要的有几种？那这边之后要补的东西就是点下去就会有一些回答，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做针对这个。东西去做 comment， 然后这资料就会收集起来，然后就会有一个数据说，大家觉得哪些题目是比较重要，或是说有疑问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